建造录音，所以我会要求鉴定本案所有的通联记录、录音档等电池记录有没有被变造，来还我的钱款。那最后面就是张姓网友是前消防队员，非常清楚局的内部作业，竟然用这种身份的经历来刻意误导社会大众。我支持出生入死的消防弟兄捍卫他们的清白跟尊严。